行，开始第三章恶魔之山。H5，第三章的难度不是很高，它主要是敌方的机动兵力相当相当少。左侧的话就三个，战士，三个。而右侧呢，上侧呢又受困于狭窄的地形，无法展开。之前其实也打过一次，但是最后居然忘记访问村庄了，这个不得已现在又得重新打一次。我看一下录制开了没有。啊，录制开了。这里也没有战况，所以没办法。应接一下。哎，这次运气不错嘛，居然还出现了 miss， 那我还能省一个耐久啊，那可太好了。啊，忘记看这个速度了，他这一速度也是挺好，14速的话正好追不了我。三攻，然后轮换，这里轮换着扛伤害，13的话是有9顶上去。
六点防御，六点防御。要不要多回复一点血量？多回复一点血量。右边暂时还撑得住，暂时还撑得住。第三攻的话是第74，不行。啊，移动力不够。稍微回复一下，这次回的差不多了。两点幸运的话，可能被暴击，还是先留尾好。啊，这个可以，可以等会儿来打这个。一点幸运那就别下了。两点幸运至少还有一个扛的可能性，一点幸运是一个扛的可能性都没有。那么这里是什么情况？我如果不主动 A 的话，他 A 我上面还是怎么说来着？等一个回合看一下情况吧。好，挺好，回主角那就好了。看来他是看地形的，就是说他是选择单位的时候。
这下就换人了啊，换人那好啊，你换我也换。有两点攻击力的，二十啊，两点必杀率，二十的话能吃，一速正好卡入他这里。奥古玛二十二点，二十二点顶上去。二十一点，六速的话，六速有点危险。六宫那就更难说了。十九攻击力，十点出暴击正好击击，但还是那让这位来顶一下吧。二十一点正好。要西达在顶上。闭环了，这次吸取教训，吸取一下教训好了。对掉了，真的麻烦。一二三，这数是这里。
这个位置应该是正好能把敌方给勾过来。一个勾了两个，不太好。有可能打错了。一二三四啊，行，又敌又出来了。没法追击啊，速度低了，速度低了，是这样的。那我要不先加满血再来吧。
正好差一下，真不好。等个机会吧。Thank you.